了几次，这是他第三次宣誓就任，所以他就把这一个的荣誉呢，交给我们党的署理总会长，就是马汉顺，我们的马汉顺医生跟张胜伟，你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。那么他也认为说，这次的胜选，这两位呢，也到这个单位 BI 帮忙他，所以我觉得他今天邀请两位到来，因为每一位呢，宣誓就任的这一个国会议员，可以带两位他的家人或者朋友，所以他在这种情况底下，把两位中央领袖都请来，所以是一起来庆祝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敢说庆祝，但是至少我今天有我的同伴陪同我。他又邀了两个马华的最高领导一起到来，所以我觉得大家来想见证这一个历史，至少呢马华增加了180的席次，我这个值得高兴。但是这一个呢只是一种鼓励，我们不敢感到翅膀，我还要做得更好，所以热身也会呢加油，那么我们确保我们会不负人民的期望。